什么嘞？有披萨。夏威夷披萨。汉堡。汉堡。汉堡的套餐。最可怕的是。战斧牛排看起来非常的厉害，非常的大，然后要带多少？四瓶啤酒，是不是？这是小编的，这是我的。因为我们是双人套餐，所以小编负责喝啤酒，剩下就看小编的光有多少了。好，时间挑战是20分钟。好，好，圣诞节快乐。对，好，恭喜挑战成功，下次见。